下世纪见。这是我出生后看到的第一个画面。小的时候，我妈总说，你出生的时候脑袋特别特别大，生不出来，医生只好用产钳夹住那个脑袋，这么一拽。这是我出生后看见的第二个画面。第三个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二次见到护士是小学三年级。从那时起，我对护士充满了恐惧。大学一年级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另一名护士瞬间洗清了我的恐惧。见识挺有见，就是全马赛克吧。哎，谁要能弄这高速的五码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月饭票全给他。我这辈子的饭票都给他。你们这帮人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天天看这个小日本的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哎，你们就那么爱小日本？去！哎呀，哎呀！哎，我说要不然你给拍一个啊？你演一个，我给你送国外去，你给国家争光。哎。我说拍这玩意儿就算为国争光啊啊！可不是，你别装了，我就睡你下铺，天天听你床上面吱吱咯吱吱咯，说你恶心，还能说别人？你说谁呢？我能说你呢？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喂！怎么着？你说怎么着？哎，你俩撇手你！多年以后，我碰到一个女孩。有着跟高树一模一样的甜美笑容。早啊。早啊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似乎只有这一个表情。有时候我会怀疑他是不是一个机器人，被人从未来派到这里执行一项绝密任务。跟我走吧。啊，500年后生化人统治世界，你将率领纯种的人类夺回地球的统治权。数玛利亚居然有五码，你看过了？你还没有？那你咋知道是真的呀？我以前也下过，结果打开一看是小泽园，那马后的连脸都看不清。来来来，哎，不对，可靠吗？可靠，我老同学，高中3年，大学4年，没问题。现在啊，我把音响关了，我就看一眼。我求你了，哥。要不，我拿小子玛利亚跟你换。哎呀，他
他的雾霾满世界都能看到，没意思。下班再看啊。行。我音响还没关呢。